许，不管是善缘是恶缘，那是过去的事情，不是这一生的事情。啊，这些业力感应的我们先前的关系，先前关系呢，报怨报恩，过去是有恩的，欢欢喜喜在一起；过去是有怨的，见到就嗔恨。那我们要记住，我们愿意和睦相处好，还是报怨报恩好？恩是要报，仇就别报了，把他一笔勾销。啊，过去怎么样的恶因已经过去了，果报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再放在心上，啊，不要冤冤相报，没有完没了。咱们明白了，冤冤相报到此为止，不再报。啊，吃亏吃了点亏，受了点伤害，不要紧。过去我伤害他比这个重。过去我对不起他的比这个也严重，你们朝这一方面去想，就解了。啊，我们结好缘，结善缘，往后生生世世都好。啊，千万不要搞冤冤相报。这就对了，改过自新，断恶修善，从这个地方下手。啊，一定要立个愿望，希望我一生当中跟人相处不对立，他跟我对立，我不跟他对立，好啊。他把我当作恶人，我把他当作善人。他回报我，他伤害我，一笔勾销，不放在心上。啊，他对我的善行，我记在心上，感恩他。他对待我的恶作，忘得干干净净。啊，这一生当中没有冤家，没有对头，你都自在。啊，我们过去很多不愉快，啊，见面，这一生见面自自然然产生厌恶，看不顺眼。啊，我们如果遇到这个，他瞧不起我，我看中他，他轻慢我，我尊重他，你就能一桩一桩一个一个的都化解了。这叫修行，这叫功夫啊！不但给人要化解，还给这些畜生知道他前世也是人，做了一些不善事情，这一生堕畜生道去了。啊，都要把他想成这是他这一生的果报了。来世还会做人。啊，报尽了，他还有善意，善意就增长。啊，果报善多恶少，先善后恶，恶多善少是先恶报后善报，这么来的。如果自己明了真相，自己确实能够
改变自己的遭遇。啊，那就是自己真正救自己，不是别人救自己。别人救我不是真的，自救是真的。